在这个老房子里面坐几小时，我觉得心灵就是有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希望他仍然感受到30年代那样的人类的一种生活的模式是很沉浸。我觉得有时候在沉浸中你会领悟更多生活的智慧，因为有时候快速感觉很多事情是很有效率，可是沉淀它所带来的那个力量还有对你的一些启发，其实有时候是很深沉你看不到。我们觉得台北市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空间。这个地点非常的独特，是很多老房子都是在巷子里面，那这个和平东路的房子很特别，它就在大马路上，而且和平东路上面的车潮人流都是川流不息，那在这个地点就是更有一种好像在喧嚷的熙扰的人群车潮当中，它更有一个耳目一新独树一格，好像一个万绿丛中一点红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如果发展这个文创的事业，它会成为一个地标，会成为一个路标，那对于推广普及的大众文化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这么经典的房子，第一个觉得就是一种文化传承跟教育的责任。那这边离台大师大都非常的近，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学生尤其台大师大他们的音乐系其实发展得非常好，也很多优秀的人才，所以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去了解音乐很多的历史，当初类比时代的音乐是怎么样的，去了解音乐的起源，去体会当时候音乐的那种的美，包括它的载具的美，它音乐本身的美。那其实音乐都会代表每一个那个时代背景，所以其实我们是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学区，还有借着年轻人喜欢流行音乐更进一层知道其实音乐以前的整个轨迹是如何。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把它设定为一个类比音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人类我们现在都是用一根手指头去滑手机可以听得到全世界的音乐，但是我们不知道当年最初可以把声音录起来的那个情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规划主要就是说，哎，人类什么时候有录音，然后那个录音是怎么进行的啊？它可能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很多很有趣的过程，很多的失败，那我们就把这个整个的过程，然后一路从类比最初的爱迪生发明的那个滚筒，然后后来变成了圆盘的唱片，后来到了黑胶，然后我们一路这样子过来，希望我们来参观的民众可以透过这一路的展示，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它是怎么过来的，那它本来的那颗种子是怎么发芽，然后变成现在的百花齐放。总是认为在木头的房子里面播放这个不插电的手摇的留声机，它是最有味道的，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共鸣的关系，因为留声机的原理跟我们现在数位的方式非常不一样，因为它也不插电，它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好像轰上头放送头。那它这个发音的原理呢，它主要就是因为它必须要有一个现场要有一个空间来跟它本身发出来的声音做共鸣。那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在木头里面播放，在木头的房子里面播放听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这个其实是一张很特别的唱片，就是算命的唱片。那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唱片像蚊香一样，它会从最外围旋到最里面，然后结束它的音轨。当年呢HMV 唱片公司它就发明了一种唱片，就是多重入口，所以它这边可能会有12个入口，然后因为它入口不同，所以你就把它拿到流动机上面，然后你让唱针放下来，因为它要旋转，你就看不到它是哪一个入口，所以你放下去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哎，你今天出门踩到狗屎最好不要出门，你今天可能出门可能会遇到什么如意郎君，好，那你赶快出去逛街等等等等的，就是说有这个多重入口的唱片。留声机它是有声 无影，只有看听到声音，然后没有影像嘛。然后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有影无声，就是当年的电影，因为他们当年电影是默片，像卓别林那个年代，他们其实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那个电影是没有声音的，所以他们当然一定要跟影像做结合。
我们希望这边就是一个实际的体验，实际的了解，在这里面有留声机，然后可以有黑胶唱片，让他们真真实实的去感受到这个音乐以前那样的美。因为对照现在到后来从 CD 发行到后来 MP3 下载，所以其实整个音乐的享受变成是在数位化，那跟以前你用手去摇留声机那样一个慢活的态度去享受，其实听音乐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只结果，只想把这个歌下载下来听完。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回溯到让他们更知道那个音乐的历史，所以这边我们才定调成为声音光年。因为一栋房子之所以会有意义，事实上是它的使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一些历史跟它的一些使用方式，让人们留下一些深刻的记忆，那这个东西才能赋予这个空间有另外的一种意义。台湾人称就是很久以前的歌叫做老歌，但日本人称老歌为青春歌，因为很多人听了那个歌都会变成青春，回到他可能10岁、20岁的样貌，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青春歌跟青春的气息带给来参观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可能因此回想到他们可能50年没有想到的事情，他们因此在心里面多了一个满足感，然后他透过这个怀旧的过程，他们真的可以一方面了解台湾的历史，然后另外一方面在他们心里面找到好像从小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那个整个音乐的历程，我是希望人们可以去挖掘这一条路，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对人的心的满足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是对于下一代的文化跟他们生活的方式，我们是有一个文化的使命，所以我们希望来这边真的是老少咸宜都希望能够进入到一种回到一个时光隧道，然后体验一下以前，因为台北不可能有什么农庄生活，可是至少在这样的一个都会中这样的一个宝地，他可以感受就是以前还是回到类比时代的那样的一个隽永，那从这个类比时代他再去创造一种新的生活的体验。